1月23日，韩国独立乐队鹤舞主音吴鹤在香港出席时装期间限定贴的开幕活动。精通中文的吴鹤最近因为工作原因成了空中飞人，昨天从巴黎飞来港，明天又要飞回去。提到自己的持妆心得，他亲言心得谈不上，不过对穿戴就要看当天的心情而定。吴鹤透露，接下来会到马来西亚和欧洲等地巡演，自去年来港表演后，感觉这里的观众很热情，所以也有计划想来香港开个唱。从下个月开始，我们有马来西亚、新加坡，还有一些欧洲，还有一些图，都在准备。去年有来香港开吗？今年有没有打算再来？如果有机会，都还想过来。提到他跟王菲女儿窦靖童十分友好，他透露最近在北京见过对方，而且互相做了纹身。我给他做了一些蚂蚁，然后他给我做了一个醉字，又自曝想跟童童在音乐上可以一起合作。对，互相给做了纹身，然后我给他做了两只蚂蚁，然后他给我做了一个那个醉字。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是不是都想合？之后有机会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就是想合作。最后，他直言知道彤彤的妈妈是王菲，有看过对方参演电影《重庆森林》，但就没有跟王菲见过面。希望有机会可以见到真人。那你喜欢是彤彤的妈妈吗？王菲。我知道。我看过的电影。哪一部？重庆森林。是不是也很酷？超酷。有没有见过面？没有。想跟他见面。好啊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